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我小东就行。新来的，听说晚上这儿有些东西会动起来。这里现在能动的就只有我们俩。哎，可能跳闸了。再喊，这些就都被你吓活了。老师，别急，有人被吓了。去吧，小东子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夏教授，这么说，慈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，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，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见证啊。是的，8000年前，慈山先民从采集果实中发现植物生长规律，在耕作中掌握四季农时，勤劳智慧的慈山人创造了鼠黍种植、家鸡饲养、核桃采食的世界之最，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旧时代，开启了人类农耕文明的新纪元。娘，娘，古天宇，素素素素。Yeah.
俺们可算把你找到了。你这体验远古的气息，咋还睡着了呢？你是饿了还是咋的？一直喊的小米儿。他喊的是苏，苏就是小米儿。苏怎么是个小米呢？小米就是苏，苏就是谷子、粮食。我喊小米儿。这一趟游览下来，我对八千年前慈山先民的勤劳智慧、敢为人先的精神所感动啊。洪文熙老师，谢谢您专程从北京过来看望我。今后一定要适当的放松心情啊，天宇。是。喝点水，孔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里真美呀。嗯。夏教授让我现在什么都别做，在武安各处转转，好好放松放松，让我感受一下这片有着八千年农耕历史土地上的深厚文化底蕴，好在接下来和他一起在慈山搞好学术研究。好啊。这对你们以后的研究是一定有帮助的。